炎炎夏日来袭，召唤师们期待万分的夏日系列皮肤即将上线。高田徐激热下，公孙离的夏日皮肤打头阵，为召唤师们带来甜蜜与清凉。新皮肤秘诀之下，预计将在7月20日到9月2日上架限时销售，伴召唤师们清凉整个夏季。少女心暴击，秘诀之下甜度非常，蓝色天空，舒畅海风，清凉浪花。王者荣耀夏日系列皮肤不曾让玩家失望过，今夏首发公孙离秘诀之下的设计风格延续了海水、泳装等清凉元素，为了使英雄看上去更加活泼可爱，特地加入了水果的设计元素。秘诀之下的主色调是淡紫色和淡黄色，显眼又不会过分招摇。淡紫色的露脐上衣搭上淡黄色的短褶裙，搭着一把小橘伞，手拿巧克力甜筒，夏日沙滩气息浓浓，原画十分可爱，模型效果更佳。游戏中秘诀之下的技能特效非常惊艳，以橘子为核心元素，将公孙离的平 A 改成了橘类冰棍，敌方叠加的印记也是橘子切片。最主要的是公孙离的小橘伞在发动二技能和大招的时候会出现一颗饱满的橘子，原本爆炸的特效也改成了橘子汁从地表喷涌而出，画面非常有视觉震撼力。此外，阿离的语音也首度曝光，诸如闻到夏天的味道了吗，我的心有半个橘子那么甜，非常文艺又少女心爆棚。如此可爱的秘诀之下，相信不少玩家都心痒痒了。延续夏日奇迹，今夏热潮秘诀引爆夏日皮肤一直是王者荣耀的重头戏，沙滩、海浪、蓝天以及清爽可爱的英雄形象受到广大玩家们的喜爱。去年上线的夏日系列皮肤，小乔的缤纷独角兽、夏侯惇的乘风破浪、钟无艳的海滩丽影等都引爆热潮。小乔的缤纷独角兽更是以精美的画风和别出心裁的特效收割了大批玩家的少女心。钟无艳和夏侯惇两个相对冷门的英雄也凭借高质量的皮肤重新活跃在王者峡谷。去年夏日系列皮肤可以说相当成功，今年夏日系列皮肤第一弹秘诀之下还未上线就已经收割玩家口碑，有很强的势头延续夏日热潮。此外，秘诀之下还是王者荣耀首款实现同屏互动的皮肤，元芳的夏日系列皮肤会出现在秘诀之下的出场动画中与阿离展开互动，这也标志着王者荣耀将会在推出的新皮肤中做越来越多的尝试，以求带给玩家们更多不一样的精彩视觉体验。秘诀之下将在7月20日正式上线，从皮肤的特效来看，这款皮肤的售价应该为888点券，限时折扣710点券。元芳的夏日皮肤也在出场动画中曝光了模型，相信会紧跟在秘诀之下后上线。今年已经曝光的公孙离和元芳的夏日系列皮肤都非常的精致可爱，创意十足，相信不少召唤师已经非常期待了。2018的夏日系列皮肤必将引爆热潮，第一弹已经由秘诀之下打响。以上内容来自178。